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加州地产经纪商陈森迪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地产 Vlog。今天我带大家看的是我在尔湾花果山即将上市的一栋豪华别墅。这栋豪华别墅呢，是由美国知名的开发商 Toll Brothers 托尔兄弟倾心打造，集奢侈与舒适为一体。从宽敞的门厅进入室内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段豪华的双螺旋扶梯，贯穿两层的挑高屋顶，尽显大气奢华。然后顺着走廊，我们来到一层的生活区域，客厅与后院有可隐藏的落地推拉门隔断，可动可进，可内可外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楼下的公共生活区域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在我的左边呢是它的正式客厅，中间是它的正式餐厅，在我的身后就是它的篝火台。整个区域的话是非常的通透，而且内外的非常自然衔接。在客厅的左边，您可以看到是它的厨房区域，这里有两个超大的双挡台设计，给您更多的料理空间。在我身后呢是超大容量的冰箱，非常的方便，您可以储存足够的食物。来到这里呢是专业的炉灶设备配套设施，还有超大的 sink。豪华独立别墅呢，有独特的中西双厨房的布局，让烹饪更加得心应手。不仅如此，后院还带有专业的烧烤炉灶，与厨房区紧密相连，生活非常的便利。大家都知道，由于新冠病毒呢，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。那现在呢，很多人都在家里办公，小孩呢也在家里上网课。那这里的空间呢是绝对完美，让你呢可以在家里办公，同时呢你的小孩也可以在家里上网课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二楼的公共生活区域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里是它的量身定制的组合柜，也就是说的话，这个是包含在买价里面的，它是跟着房子走的，非常的豪华，而且同时呢也感觉非常的现代。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二楼主卧的休息区域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采光非常非常的明亮，紧挨着它的呢就是它的主卧。紧靠的主卧的旁边就是它的超大超宽敞的卫浴，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有两个洗漱台，还有非常超大的泡澡的泡缸，同时在我的身后是它的超宽敞的淋浴空间，简直就跟房间一样的大。在我的身后就是它的步入式衣帽间，然后在紧挨着步入式衣帽间就是它的洗衣房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衣架、衣柜、鞋柜完全都是量身定做，而且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呢，就是这个衣帽间它的双门的 French door， 阳台特别的透风透气透阳光，在这里的话心情那不可能说不好。这座意大利别墅风格的豪宅拥有五间套卧、六卫浴和四车位车库，每间卧室呢都配备套间浴室和电子衣柜，室内生活面积有近5600平尺，占地面积呢有将近8400平尺，非常的宽大。我特别想向大家再强调的一点呢，是这个房子呢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的家庭来居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一个楼下的套卧，它不仅有步入式衣柜，而且还有非常宽敞的卫浴，所以家里如果有老人的话，就不用担心老人要上下爬楼梯，又不安全又费劲，您说呢？这栋豪华独立别墅位于尔湾的花果山社区，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，它的周围都有果树环绕，环境非常优美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有非常完整的配套设施，比如说会所呀、
游泳池啊，还有烧烤台等等等等，一应俱全，绝对是宜居的最好社区之一。这栋豪华别墅呢，距离鹅卵光谷中心、Constance 市场、南海岸购物中心、加州大学鹅卵分校以及华人生活区域等都非常的近，并且呢，它还靠近5号、261号、133号和405号高速，以及橙县的江面机场，四通八达，交通非常的便利。再次感谢您观看我们的迪斯坦 Vlog， 我是陈森迪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在视频下方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